那我先把我的那个娘气爆发出去。应该要这样子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怎么走？等一下，这个太死不习惯了，是的，超难喽。还要怎么样？超难受。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？第一次有人在发红报警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体验一日约会。来宾是阿布玛利亚。去死吧你！我说我很喜欢日本男生，为什么给我搞一个日本女生来整老娘是不是啊？还是因为是我常常说性别是流动的，所以不要活在二元性别的框架里面，所以你给我动这个气话出来。所以今天是流动的男生。对，今天是到当男生，谁怕谁呀、啊？请他进来之前呢，我先把我的那个娘气爆发出去。那我们欢迎阿布玛利亚卡，斯瓦迪卡，斯瓦迪卡，大家好，你为什么没有穿？还是你宝贝套给我？这个男朋友不行，我这个男朋友不行，对，因为我要体验当男生的感觉嘛，跟女生约会，所以你要指导我跟纠正我，好啊，男生应该要怎么样，然后呢，最后要给我打分，好啊。首先，我的男朋友冬天不穿外套，真的是扣分，真的假的？因为那个我很冷的时候没办法借啊。那你冷的话，你不会自己买外套啊？帮我买吗？外套是不是也是 OK 啊？所以我要穿外套，热死了呢。你们是很热的地方来的人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很喜欢冷冷的天气呀、啊。真的假的？然后我讲话这样可以吗？就是不行不行不行啊！手放下来，好难啊！好难啊，放下来，手要怎么样？手要直的，要直的。然后让我这样。哦，这个可以啊，来。这个手不要翘起来。外套要怎么？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我想要整理你的外套。哦、OK， 所以我要让你整理，对不对？对。手男生不行吗？这个怎么样？男生不行，所以手要下来。对，男生手要一直下来哦。对，啊、这样啊，那我搂你这样，欸、这样这可以吗？这个是姐妹不是吗？这就是姐妹。我很想，就是还跟姐妹一起这样子搂啊。男朋友的话应该要这样子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怎么走？等一下，这个太死不习惯了，是超难搂的。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样？那这一只呢？对，这一只是放下来。放下来。对，或者是帮我看地图之类的。哦，看地图，好难受。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？第一次有人在发红报警。啊，来来来，我认真，我认真。我的话，希望男朋友约会的时候有想法，就是今天要干嘛这样，帮我们决定好。我们就要走去吃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吃东西可以。那我们要不要吃那个甜点？可以。对不对？甜点，吃甜点很开心啊。不行啊，这是姐妹。我做你的另外一次。要这样。对，吃甜点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。就是要一直弯弯的吗？不用，不是吗？可以看前面。Oh, OK， 吃甜点好不好？可以耶。那手要抓吗？要点手吗？可以吗？可是可以啊，来。这是姐妹的牵法。那怎么牵？男女朋友是这样。你的手很冷呢。对，可以帮我出呢。要怎么样？你有那个吗？口袋？哎呀，这样子，等一下，要塞进里面哦。对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就好。所以我要这样子吗？这样。哎，也不错哎。有没有更难受一点？有，加分加分。真的很难受，抽起来。手真的很难受的。右手抽起来。娘娘今天约会很开心吗？很开心呐、啊。那这个声音可以吗？要低一点。啊，低一点。真的吗？不能很高音哦。嗯，不行。很开心呐、啊，很开心呐、啊。很闷哎、欸。老子很开心呐、啊。对。有吗？有吗？可以耶。哎，有车子。所以呢？有车子一定要做一个事情吧。什么事情？比方说你是女生，我是男朋友的话。有车。你过来这边。我的天哪、啊，你好 man， 你好 man， 你要学？我要学吗？我说你学不会自己躲，不行，危险。所以怎样？啊，等一下，错了。所以有车，我要怎样？金贵，你在跳舞吗？这是可以，我要撞他。可以吗？刚刚可以吗？可以，可真的吗？不太行，要怎么样？再一次要拉我，要很霸气的拉吗？有车，今天怎么没打开？来啊，再来，再报警！快进车，危险！你过来里面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吗？有，还是有雾，再认
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很热啊。哎，我很冷哎，你可以借我外套。好吗？很热。自己穿。刚刚好。你要自己穿啊？可以啊。所以我要帮你穿吗？不用了。他开始嫌弃我了。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男生太多，比方说我的包包，哎，我帮你拿，这样 OK 啊。这么小的东西、啊、因为它是造型嘛，对，男生有时候太多就会觉得太麻烦。对，而且今天你穿的外套蛮好看的，我觉得 OK。因为它是女生的外套。原来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就冷死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明明就不冷。对，我流汗了。所以你男朋友可以叫娘娘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通常应该要叫宝贝啊，宝贝。你怎么选择的？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情侣真的是可能对呀、啊，对，太夸张了。所以还会就是叫对方老公。啊、你讲讲看牙医。姐讲讲看牙医。谁叫我去？不行吗？姐妹也不会吗？姐妹你会吗？会啊。不会，找那边耳钉死了。所以男友一定要，对不对？对。先让我抒发一下。啊 okay. 来，走，就这样嘛，就是男生。一二三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不行吗？不行。OK， 好吃。哎，很好吃哎。哦，要这样，哦，很好吃。那我要喂你吗？可以吗？都给我换下来。要这样。不会吗？不用吗？真的。对，一定要啊。这样吗？哦，你好利落哦，你真的很会被喂，怎么讲？这个怎么讲？就是我都不知道表情要怎么摆，可是你很厉害耶。人家是偶像嘛。好强啊，怎么这么强？真的好好吃哦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超好吃。这个超好吃。你推荐的好。对不对？不收。好吃。好难。不自在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我看到那个男生啊，蛮帅的那个。姐妹模式又来了。刚刚蛮帅。是，不要看男生，因为我十四岁就开始偶像、所以没有什么在这种地方约会。嗯，今天觉得梦想成真的感觉很开心。其实我也是三十岁了都没有来过约会、真的，真的，对呀、啊。好，今天呢到了最重要的环节，给我打分，今天的表现是怎么样？这也不算了嘛，已经不算了，已经不算了，就是刚刚整体的。我觉得可以给你85分。哇，这么高、哦，蛮高的嘛，真的很高呢。因为女生最重要的都是约会或上床在 IG。你说上床在 IG？ 上床在 IG？ 上床，上床啦，上床，上。我有吓到，再讲一遍。对，我们女生约会或一定要上。船到 IG 照片哦，对、OK ，所以拍照的部分这样是技术很高，对啊，对，还有因为很多男生其实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吃甜点，所以吃到甜点店也是真的加分。男生好简单哦，谁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已经没有啊，已经没有了，已经变娘娘了。那当男生觉得怎么样？过程还蛮就是。心里有起鸡皮疙瘩的，就是说哇，好不舒服，不舒服，因为我从小就已经是这么娘娘腔了嘛、我没有当过男生、跟女生的相处都是那种哇，一起逛街，一起看男生什么之类的，这是第一次有一种要就是保护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感觉，所以蛮特别的。可是就是你给我这么高分，就代表说我就是对，因为性别是流动的嘛，对不对？ Okay, 所以我就是今天想要当男生，我就可以嘛。而且你的经纪人已经打哈欠了，感觉很要就是让你赶快回去，所以我要赶快收尾了。